是之歌是一款主打连续剧的 ARPG 游戏，战斗中除了一般的技能之外，玩家还需要使用格斗游戏的木压技巧，抓准时机按下攻击钮，触发特殊的招式。每个角色都有多招连续性可以使用，玩家可以互相搭配来升级自己的技能和被动能力。除此之外，玩家也能够借由特殊的宠魂和翅魂培养翅膀和宠物，让他们与自己并肩作战，突破所有的阻碍哦。